1430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黎泽光牧师。今日中午我们再有机会访问 Doris。 Doris 你好吗？我好好啊，你呢？平安。是，现在是这个的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期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很思念我们的家人的。好像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俗语的一个成语这样讲，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特别是思念到我们家人，特别有些已经离开了我们不在我们身边的家人。Doris, 你可以在这一方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跟我们分享呢？有啊，我妈咪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刚刚过了身啦。咁其实到而家每一日咧，我都会谂起佢啊，都会挂住佢嘅。咁但系即系其实就算喺呢啲咁困难嘅事情上面，或者系即系好似一啲好唔好嘅嘢发生嘅时候，其实如果我哋去睇嘅话咧，都有好多主嘅恩典喺入边嘅。是，那你在你妈妈过身的经历里面，你怎样看到神的恩典在其中呢？当时都是很感恩啦，即是医院里面呢那些医护人员都很好，他是给我们是比较长时间这样留在医院里面陪他，因为可能都知道即是可能即所以可以陪他的时间不是那么多这样啦。咁而且即係真係好感恩嘅咧，就係佢病嘅時候係舊年八月至到九月嗰段時間啦。咁佢其實係患咗個癌症嘅，咁但係咧其實佢係冇話有乜嘢好重大嘅痛楚，佢係冇嘅。咁呢個係好少見啦喺癌症裡面。咁係覺得即係即係其實主係好保守佢咯，而且佢。本来不是一个基督徒来的，那我知道我妈咪有事的时候呢就是我弟弟告诉我听的时候，我妈咪已经是昏迷了的时候，那我是很担心很担心，即是我飞回去的时候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如果她昏迷了，那她听不到即是我们跟她传福音啊，或者她会不会可以信到主呢，这样那就很担心。那但是回到她的时候是很感恩，因为她嗰陣時已經係兩日冇醒過嘅，咁原來喺後來我知道咧，就喺我翻到去之前咧，有一位我細佬嘅牧師啦，佢係好好好嘅，同埋我細佬咧兩個都同佢傳過福音，咁咧就即係都同佢講過咁樣啦，咁就理佢聽唔聽到啦，都照講咗先啦咁樣樣嘅，咁然之後咧到我翻咗去嘅時候咧。我感觉因为我同我妈咪系成日好有心灵相通咁样嘅，我哋成日连撞亲啊，又会系一齐啊，头痛又一齐啊，感冒又一齐咁样。好嘅。咁咧，我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我觉得佢听到我讲嘢咁样，咁然之后我就喺度同佢讲，咁我就问佢愿唔愿意信主，愿唔愿意跟随主耶稣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佢就我一翻到去嘅时候，我个人好乱啊，所以我就好简短咁样讲咗。咁佢咧係，因為係已經冇反應幾日啦，但係咧佢係當時係突然間捉緊我隻手一下啦，咁我就知道咗，即係佢係其實有反應啦。咁然之後咧，到夜晚嘅時候，我再可以去探佢嘅時候咧，我就諗起啊，唔係，我講得好唔清楚喎，個救恩究竟係點嘅咧？咁樣，咁我又再同佢講多一次。咁當時咧，我係叫埋我個女喺身邊嘅，咁然之後就一齊同我媽咪祈禱嘅。咁佢咧當時個頭係喐咗嘅，即係當我問佢願唔願意去相信神嘅時候，咁然之後咧，我話我而家同我個女同你一齊祈禱咁樣。咁佢咧即係後來咧又好感恩，佢係醒得翻嘅。即係我哋有一段時間係佢係醒咗嘅。咁而嗰陣時我係每日都可以錫佢一啖啦。咁有時佢又錫下我啦咁樣。咁即係可以有呢個時間啦。而且咧，佢有一次咧再同我講翻嘅時候咧，佢係同我講話我梗係要信啦。我個孫女同我一齊祈禱喎、哦、咁樣。
佢个孙女系其实同佢同个祈过嗰一次祷嘅啫，之前都系净系会我同佢祈祷啦。即系以前就算我翻香港嘅时候，咁所以系好清楚佢真系即系接受咗呢个救恩。咁呢个系我最即系最感恩嘅地方啊。咁而且系爆发疫情之前啦，即系如果系因为神系永远有佢可能。即最好的时机、啊、如果俾我哋谂，可能我哋宁愿啊，可唔可以俾佢挨多一年咧？俾佢挨多几耐，咁我哋可以陪佢耐啲，或者见佢耐啲咧？咁但系可能其实因为我哋当我哋搞掂晒所有嘢嘅时候，即系办晒仪式啊各样嘢嘅时候，已经系十月噶啦。咁其实距离个疫情爆发系得好少嘅时间咯。咁如果系疫情爆发咗之后咧，我甚至系冇可能可以陪佢最后嗰几个星期啊。咁我系放低咗我嘅工作，翻咗去陪佢几个星期咧。咁我系好感恩咯。系系。咁系吓。咁你喺呢个嘅即系妈妈嘅经历里边，你讲到藉着呢个嘅感恩，系对你心心灵系好有帮助嗬。系啊系啊。因为当我哋如果个注意力。一路都是在很哀伤的事上面呢我们很难去站回起身。我们即是我很多时即是跟学生讲也好或者是我们即是我自己跟朋友讲也好当他们是有亲人啊或者朋友啊过世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的是这个人是很锡你的人你才会这么伤心是不是你是很锡他他是很锡你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宁愿你会开心。所以怎样可以令到自己去开心一点呢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呢可能是对你的帮助比较大咯。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即我们其实没什么可以做是不是我们很需要的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很需要是有一个叫做 closure, 啦即有一个结了这一件事的事情所以我们有很多仪式啦但是其实如果你自己还是觉得未够的另外都有些事可以做到的譬如 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在他会叫你做什么咁例如佢会叫你开心啦，又或者佢系想你健康，可能佢系一路都好注重你嘅健康，好担心你嘅。咁会唔会你开始去做运动咧？因为佢咁样，即系有一啲嘢系当你可以做到嘅时候咧，你就会比较开心啲咯。系，即好似话爱你嘅人，佢爱你，佢就想你系更加人生系美好嘅，同埋更加健康嘅。哦，好似你妈妈对你咁嘅睇法系。是啊，当时我爹哋同埋我细佬都系好唔开心咯。当然，即系我妈咪喺之后，我一翻到去一落咗机，第一样我同佢哋讲嘅嘢就系记住，我叫我妈咪做妈妈啦。我妈妈最紧要嘅系我哋开心，即系佢，因为佢系真系一个好好嘅人嚟嘅，即系佢系宁愿屋企人开心，佢自己嗰啲嘢佢都算啦，摆埋一边啦咁样。即系佢最紧要系我哋开心。咁当佢系咁样嘅时候，我哋系咪更加之要喺呢？这个事度唔好俾佢担心我哋，去到医院探佢嘅时候，要俾佢知道，其实我哋都系有个平安，有个喜乐喺入边嘅咁样咯。嗯，系系，咁你自己即系喺呢个嘅心理发展学方面，你有咩嘅对呢方面有咩嘅研究，或者系即系好似家人离开啊，我哋一个更加积极，同埋或者一个嘅感恩的心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呢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即不是只是说有家人离开的时候是其实有很多人在现在疫情底下可能他们是有抑郁啊有焦虑的情况出现啦如果我们是可以做到感恩的话其实都是有很多方面是有好的影响的或者我很简单地讲一下即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很简单地讲三方面啦第一方面呢就是跟人的关系啦或者是你的配偶啊或者家人啊朋友啊这样啦当你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而不是不断去找对方的错处或者不好的地方的时候你们大家的连结是会更加好而对大家对那个关系那个即开心指数都是会高一点的而且呢你是不会那么顾着自己咯你就会想想、对方的是怎样的呢
当你是真的有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妒忌啦。这一样都是很多我们其实里面有一些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会有这些问题的。例如讲话跟家人的相处，有很多人有家里有小朋友就知道了，你可能会觉得哈，当我有小朋友的时候，我觉得 很辛苦、哦、因为我的屋成日都是很混乱的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有用感恩的心呢，你就说、哦、其实我家里都很多东西给他玩、哦、还有他是很健康的个小朋友，他才可以整乱晒间屋，是吧？是是 去反转去想，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是。是哦、而第二方面呢，例如说是你的工作方面啦，工作方面如果你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的话呢，通常呢你的人会比较有耐性一点的。即是、你很感恩我还是可以回到这份工啦、我很感恩虽然我的、老细可能不是那么好的，那是不是很多人会遇到这个情况啦，我都听过很多的 complain 啦、但是你都觉得、其实呢即可以更差的或者怎样，即当你去想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点帮到啦。还有如果我们被个情绪去主导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去做决策的时候可能就很容易、做了一些不是那么啱的、决定啦。所以呢、当我们是比较冷静一点，着眼点是在一些、感恩的事项的时候呢、即是、研究都证实是会令到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的。而最后一方面啦，都是很重要很重要啦。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身心的健康。咁身体方面呢，例如、即有些研究报告就指出啦、它其实、感恩的心和我们、一些、好的行为呢都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哦。例如有感恩的心的人呢，他们是、多些机会呢会去、做运动啦，吃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啦，或者有病的时候真的要去会去看医生啦。而且呢他们呢是、通常呢是会比较长命的、哦。因为当你有感恩的心的人呢，通常都是比较乐观一点的。咁佢哋通常咧都系比悲观嘅人咧系长命少少嘅，咁亦都系帮助到瞓觉啦，咁又可以当你瞓到觉嘅时候，你个人就比较有精力啦，同埋咧当你系有感恩嘅心嘅时候咧，好神奇地咧系我哋嗰个意志力咧都会提高嘅。咁当我哋意志力提高咧，我哋好多人系好想即系食嘢嘅时候比较健康啲嘛，系咪？咁你就唔会咁容易话见到啲唔健康但好想食嘅嘢，你就食好多咁样啦，就可以即系控制到自己啦。咁、而心灵方面咧，例如即系研究亦都指出咧，如果当你有感恩嘅心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咧去克服呢、这个抑郁嘅症状啦。咁同埋咧，当我哋有感恩嘅心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开心快乐咧系可以长久一啲嘅。如果当我哋系净系买咗嘢开心啊，或者系依赖一啲物质嘅时候咧，系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有个开心嘅指数。咁呢一样开心嘅指数咧系除咗你感恩嘅心，你可以训练自己去有呢一样嘢咧，你嗰个开心指数系会高啲嘅。但如果你系靠一啲外在嘅嘢嘅话咧，佢永远都会去翻你原本个指数嘅。咁譬如咧，有啲研究指出，就算一啲人中咗六合彩都好啦，咁佢哋咧个开心指数好快就会去翻即系平时个水平啦。又或者有人系即系跌跛咗只脚，例如咁讲啦，永远都行唔到啦。但系佢，你会觉得佢哋会唔会永远都好伤心咧？但系咧，通常嚟讲咧，过咗一段时间都系适应咗之后咧，佢哋个开心指数又系去翻原本个水平。所以系即系呢个系好有趣咯。但系当我哋有感恩嘅心嘅时候咧，反而就系真系可以令到我哋个开心系指数系提高咗咯。同埋，当我哋遇到啲唔好嘅嘢嘅时候，我哋比较容易去反彈翻，去翻一個即係好啲嘅位置啦。而我哋記得嘅嘢咧，都會係開心啲嘅記憶咯。咁呢啲其實即係全部嘢都係對我哋身心靈係好有幫助嘅。係聽你咁講咧，就即係知道有時我哋所擁有嘅物質啊，或者我哋嘅身體健康咧，都有時係暫時能夠滿足到我哋。但係如果我哋有一個感恩嘅心喺裏邊發出嚟咧，虽然间我哋冇呢啲嘅物质，或者我哋身体有啲嘅残缺，但仍然咧，我哋能够系更加积极喺人生里边嚟到过生活噶，嗬。
系啊，所以呢一个系好紧要咯，即系所以喺圣经里边话，即系我哋常常都要赞美啊，喺无论喺咩情况之下都要感恩咧，即系其实我系真系觉得好讲得好啱咯。系，咁同咁埋再想问一问阿 Doris，即好似如果我哋点样嚟到将呢啲感恩嘅事情可以记录落嚟咧，或者系有一个嘅好似时常有一个咁嘅感恩嘅心，点样嚟到可以嚟到锻炼啊，或者系做得更加好咧？咁其实咧研究就指出咧，就算我哋系每个星期净系花一日嘅时间，5分钟嘅时间去写低一啲我哋嗰个星期感恩嘅嘢咧，如果你连续做6个月嘅话咧，你个开心指数咧已经会提高咗10%噶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提升。我哋讲紧系好短时间，其实6个月，但系咧我就通常都会建议啦，即系最好就每日啦。如果你可以嘅话，系咪？咁如果有啲基督徒，你系会写一个即系祈祷，你系有本簿写低你嘅祷告嘅，咁你亦都可以写埋喺嗰度啦。咁当你系每一日数，例如3样嘢，我今日好感恩嘅，咁你系其实你谂落好似好难咁，但系其实咧感恩嘅嘢可以系好细，亦都系可以重复嘅，即系冇人话哦，每一日你都要好新颖咁样谂啲新嘅嘢，未必嘅，可能只系话。我今日觉得个天气好好啊，我好开心。又或者今日系秋天嚟嘅，我出去见到啲红叶嘅时候，我心里面好感恩，即系神创造啲咁美好嘅嘢俾我哋，可以系好少好少嘅嘢咯。又或者我今日受到边一个人嘅帮助或者乜嘢，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可以写落去嘅嘢咯。咁都系会帮助我哋。第一就系记得啦，即系神点样去帮助我哋，或者我哋有啲乜嘢好感恩嘅嘢咯。咁第二咧，亦都系可以训练到我哋嘅情绪上边啊，或者我哋谂嘅嘢上面系比较正面咯。系呢、这个好似以前我哋话人哋写日记，或者将所有嘅你嘅人生嘅点滴，特别系呢啲要感恩嘅记录落嚟咁啊，嗬。系啊。但系如果咧，即系觉得自己我真系冇乜时间去做呢样嘢啦，咁你可以喺祷告当中啦，又或者系就咁你临瞓之前啦，去谂几样你自己可感恩嘅嘢咧，都系可以嘅。系，咁我就回应翻你头先讲。要感恩嘅时候咧，喺圣经里边咧，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到第7节咁样讲嘅，佢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相信呢两节嘅经文咧，就好似头先阿 Doris 同我哋分享，俾我哋知道，我哋基督徒咧可以藉着祷告就向神讲说话啦，祈求咧就系将你嗰个人生嘅需要嘅事情话俾神听啦，同埋感谢嘅意思咧就系话心里边有一个嘅可以话。因为有位嘅神爱我哋，我哋无论喺生命里面发生咩事情，我哋一个感恩嘅心嘅时候，话俾神听嘅时候，佢系将你所要嘅告诉神。咁然后嘅结果就系咩？第7节话俾佢听，神所赐出人意外嘅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神就俾呢个人都想象唔到嘅平安，因为我哋一个感恩嘅心。我哋愿意嚟到讲俾神听，将我哋嘅心里边嘅困难或者我哋嘅感恩嘅事情嚟到话俾神听嘅时候，神就会保守我哋，俾我哋有呢个出人意外嘅平安。所以我哋好感谢今日阿 Doris 同我哋分享佢嘅经历，同埋佢喺呢个嘅感恩里边心理上对我哋有嘅帮助，我哋献上感恩。好，我哋做一个结束嘅祷告啊，Doris 啊。亲爱的天父，我哋感谢你俾我哋喺呢个感恩节、圣诞节嘅期间，我哋知道神你系爱我哋嘅。我哋虽然间呢个疫情期间，我哋受到好多嘅限制，我哋心里边有时好多嘅挂虑，但圣经里边话俾我哋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藉着祷告、祈求、感恩，将一切所生命里边发生嘅事情，嚟到放在祷告里边，神就会嚟到指引我哋，俾我哋有出人意外嘅平安。
神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的听众，让他在这个节日期间，如果是失去了亲人，求主你抚摸帮助每一个的听众。如果是在这个的疫情期间是觉得很孤独的，或者觉得心理上是觉得很不平衡的，求主你也帮助保守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终于可以停歇，祝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送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晨光天地线的听众你们好，多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改了时段，由星期六的晚上改成星期六的下午一点半至到两点播出。晨光天地线这个节目是由提摩太国际门训事工奉献赞助播出的。
如果你有感动支持这个福音节目，你可以发电邮至 tidtus@gmail.com tidtus@gmail.com。 记住啦，我们的新节目时间是逢星期六下午1:30至2:00，约定你的了。